到四点半为止的雪场。都还想开到四点半。不过太阳在下着下着，它就会在比云海低耶。会从那个洞钻出来。太水啊！我才跑去那边。不会啊。我对这个雪场今天没有什么期待。还说，哎、欸，那个是馒头，结果是那个是草。那真的很惨。还有吗？还有，那就绿岛的区域。那个就是 East 啊，所以这边上半部又叫什么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只有我们上半部刚也去了，左边的上半、下半，然后东边。然后东边这边，其实这边可以切去东边的，但是有去无回。它不是完全拦起来，它是说，这样算是拦起来了。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不行。但是又可以那个，又可以走连通道去后面那边，很奇怪。额头，我觉得额头有点，但是那个这个身高我搞不清楚，他是小孩还是一个矮的人，是个小孩。而且他就是没有要改变他的方向，也没有想改变。下雨是从哪里？怎么滑得那么糟啊？好冷哦，好像好冷。我觉得那个辣辣通道啊，其实是个怪怪的东西。怎样？就是好，它有辣，没错，厚厚一层也没错。但是它好像跟打蜡的那个，因为打蜡我之前看影片，他是说第一步清洁，好，没有清洁算了。它是喷一喷啊。然后第二步把蜡弄上去，什么用熨斗熨一熨，好。那它热得上去，就跟有熨斗一样哈，那 OK。但是第三步是要我刮掉，刮平，然后这个就没有刮掉，所以到底这是好还是不好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哪里冷？我现在是脖子一点点，额头比较冷。我手臂啊，肚子啊，我没有开动吧。我是没有，竟然觉得上不去。下了缆车往这个方向过，上不去，还跳了三下。你不觉得这有往上爬的感觉吗？有啊，有啊。他又要跳两下，其实不用跳啊。你看，又顶不住了。翻了三下，好冷。而且你看哦，是连三天检查的鞋痕都在。你觉得是啊？都是啊，这一定是检查一路往下走啊。那表示三天这里都没有。没有雪啊，你不要说没有雪。但是明明两天前都有大风雪，这里这样真的有点是没有下到这的关系吧。我很怀疑他整个雪场压过是什么状况。这不算压过吗？我有可能压过是哦，是有那个形状，然后滑没几下就歪歪歪。所以现在这边过不去那边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你就这个连通道过去，坐上缆车 你就过去那边。我不要，我只想探那个路啊。这边的路，老实说，那个高高的上去，你下来也是一堆草啊。对。
就是这种血脂你就不要去高的地方了，因为下来就会觉得脚很酸。不是不是，对啊，就是皮皮虫。哔哔哩哔哔哩，就是皮皮虫啊。哔哔哩哔哔哩。好的。哎，哎，脚，我卡在那怎样？的特性，这个雪道这样子的特性啊，是速度很快，就是它不是真的湿热冰，不是有粘性那种，它是有点硬，所以其实有点像是滑冰那种，然后又凹凹凸凸，所以跟你雪板的接触面没有很多，所以速度还蛮可以变快的，咻咻咻，刷刷刷。哎、欸，所以就是去到隔壁滑到下面，哎、欸，啊，这是真隔壁吗？不知道，不是还有个缆车啊，还是什么？还是下面隔壁还有个缆车？我知道，好冷，应该是下面。嗯。而且手套的手有觉得很冷。这边是有个横切路吗？还是没有？他把它拦起来了。很好，我们掉下去啊。也不是，我猜是这个路平常是开的，然后可以横着过去，然后网子是让人穿过去的时候不要 K 到人。但是现在这个网子本身我觉得高度也不是很高，哎、欸，所以已经没有那个机能了。对，嗯，好吧，接下来就是要检验那个自助餐行不行的。我猜今天哦，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，
应该说今年暖冬，他平常生意可能不会这么不好。嗯。然后我们来的又是礼拜五，今天就会是生意最不好，也不是最不好，最好的日子了吧？最好是明天。五就先来啊，好的三四。没有五，人家没有五先来住的，日本人不请假的。对啊。不请假，假要用在什么时候？就没去啊。所以他们法律才要规定一个，说你一年一定要用五次，不准全都卖给公司，不准。我换谁啊？好像，缆车是这吗？下来。有，我看到了，在树林当中，椅子在树林当中跑，所以那个风最大的时候，可能就只盖那条缆车了吧。我们这也在树林当中啊。对啊。但是如果暴风雪的时候，你这里也看不到中央大湖。伊那瓦西罗，伊那瓦西罗，好吧，伊那瓦西罗。只背一个字。我第一次看到雪场的雪融成这样。第一次哦，没有啦，夏天的话。没有，八方尾根的三角比这还惨。现在还是？现在不知道。但是暴风雪的时候，八方尾根那里应该补了至少有50吧，50-100。石头撞到会死。然后你看这个，还有人要耍帅撞这里，咚一噔。你有设个闹钟准备坐车吗？没有。我就是估计探完路就差不多了，而且还会找个多久这样。烤肉餐厅，我看他应该不至于把那里围起来，应该会有一条联络道弯来弯去之类的吧。我本来搞不清楚的是那个绿线是往哪边走。这边不就回去那个进缆车站了吗？有，那个高高快速车是往下啊？那个车桥板。对，那个上次坐的时候有看到，有啊，这边就是桥板。我是觉得前面椅子走得很慢。所以我没有像你一样出发的很快，因为我出发的太快可能会撞到椅子。还是被线挡起来啊？怎么回事？还是被是那边哦、喔，是那边啊，这边我就觉得奇怪，被线挡起来了。速度很快，完全不用推。
为什么？我是学长倒一下，然后就哇！往前吗？往前快倒吗？没有，我快要在树上冲过去。走吗？这个可能是联络道，那边可能就是主要的往下雪道。看你要滑联络道还是直直下去？我觉得故意滑联络道，因为我们要坐一次这个缆车。那这个缆车一出来就是直直下去，再滑联络道。我靠！就并不是什么联络道，你看到一堆土就哇，我的板边边咚有敲到一块石头，不过不是固定的，就是有点稍微咚一下。不过误打误撞来到最右边的雪道了。哦，有不是热。那个我不懂原因，我知道有一种叫脚跟好像被夹紧的痛，就是很想要用脚底刹车的时候会出现的。好，那就去坐那个缆车吧，到处都是土。在想缆车在哪？应该躲在树丛里面，有看到椅子，但是我看不到缆车站，应该是在那个下面围的线的左边吧。草的头。两个方向哎，哪边开始排啊？好多人排哦，好，走吧。
建议去 Sky Area， 因为雪很少。Sky Area。个高速四人缆车，然后专跑绿线。哎，啊逛完了啊，这样子这两条都逛完了。那要怎么办？我滑下来再坐一次这个。再坐一次吧。对啊，再坐两次还是一次这样？不要滑刚那边的。对啊，刚不要，所以这个上去就只滑这一道啊。嗯。而且看来这里是那个。教学率，这样就人很多啊。欸，没关系啊，这里人很多，我们又不会去跟他们撞，他们是接龙式的教学。对对对，这树断了。倒一边。而且它上面有一层雪，它上面的积雪有3公分。好啦，应该，除非我们硬要去逛别区，不然的话，应该就悠闲的回去就好了。今天省了那个4小时券钱啊，一个人多少？他好像说全票5120，半价2650什么的。嗯，我刚这样讲应该有算错，但是就是5120跟2560好像对。哦，总之就是这种价钱。礼拜天听说会下雪，礼拜天就是整天在下。我说哪一根风景好，要下雪天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。原来是什么1跟5滑旅馆嘛？那现在什么 Grand Deco 这里，然后接着猫魔。那我觉得不是欸。但是 Green Deco 滑得很高兴的话，其实要问的就是说礼拜天到底要滑猫魔还是 Green Deco， 还是这里，就是原定是这儿，但是这里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会有救。你觉得下雪能下多少？你下雪你要下到50才可以把草盖掉，但是这个大雪预报顶多就下个10-15。这里的唯一好处就是雪票最便宜，但是呢，它距离近的优点被那个它接驳车一定要绕去火车站抵消了，所以3个雪场的距离感都把它当作1小时就对了。对啊，所以那就是分析 Grand Deco。Grand Deco 的话，雪质如果很棒的话，有必要滑2天吗？猫魔一天一定是逛得完，看看风景跟路线好玩才要。猫魔看得到 Grand Deco，Grand Deco 看得到猫魔，啊，风景就是互看，没了，就这样，下去右转，左边是土。我没插电吗？没电吗？有可能。一小。停这，停这。我的电池掉了吗？你帮我检查一下。我看就看得出来，我猜是没有一直在充。不会，你不要动。有电。不知道。
还是过热自动关机？太暖了。它没录多久。你是说才刚开是不是？好、啊，你转头看我这边。现在是在亮灯，然后好、啊，调下来一点。我没按到。完全都没有啊，就这样吧。据说他现在这个模式就是完全用插电，所以试试看。舒服一点点，就一直滑这个啊，然后左边放哪里可以切回去？对啊，你不切回去，我们待会没有办法回去坐车。但是如果我们到这里，按哪里切回去？是那一条横的路吗？我这个极限是怎样？强制。这个该不会是蒙选的那条线吧？好像是。不要挡在路中间了。好，下去，然后故意滑那个边边那边。这里哪就要挡住两个人，挡住一条路。右边是一般，我刚才想说是不是是左边是一般，没有，今天那是甩道还是环体的路灯，对啊，所以我现在有点疑惑，但是刚刚让我们的雪板人也是走排右边，然后我觉得太阳出来了，下到云下了，要出来了。回头看，我觉得是切得过去的。我们现在回那边了吧？嗯。时间少。45分。嗯。就是回去，
Ticket Center， 伊那瓦西罗 Ticket Center。好像真的是探完路就该回去了，并没有要多滑一次什么的。那边缆车比较慢，我觉得就休息哦。嘿呀嘿呀，不可惜。哎，话说回来，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学校的。应该是学校吧，连他们穿的学服都一样。切过去就回去了，那边切过去刚好就可以直接回去，去到那个，回到我们那一个。因为你现在往右看，橘色围栏下面那个就是你说那个二楼 restaurant 滑雪学校那一个，然后我们那边这边距离应该是比他那个还高。我有点怀疑橘色框起来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动态摄影。嗯，切得过去吗？好像那边凹弯回去，然后背后可能是那个缆车站啊，那个有 wax 的，对啊，的缆车站，然后缆车站的椅子又是夹在那两个树中间的，我们也是被夹在树中间，好像隐身一样。都还是会带学生滑。嗯，哎，话说回来，我刚没有认真看，都是教室地哦。嗯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些地方的会教。啊，关东的会教吗？关东。我说东京都，他会来个说。哦，你是说这是 local 的辅导的学生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是出来玩的吗？是玩还是教学？例如说，虽然你念很热的地方，但是冬天的时候会有三天要来校外教学。对啊，俄罗斯这样啊，也是也有可能。但是这种学校 level 的，你要，哎，真的，动态摄影机，我现在看懂了，那个三脚架的什么的那个会。因为那所谓的动态摄影呢，好像会跟你一路滑下去，哎，有点像那种，但是什么时候才会开始？不是，我应该说不是问什么时候才会开始，应该是说我没有看说明文件，然后也可能没有办法现在就踹，对啊，但是我要滑过去看一下。对啊，你看你那个叫救命，我现在插着这样子，就这样。嗯，它好像现在有个功能就叫做外接电，对对对，就是直接供电录影。那、啊、直接供电录影，那就这样嘛，那就这样。
右边才有坡度可以下去，然后接着往左切。切切。你是说你要走这条路回去吗？我是没有想，我是说我往左切是说要看那个东西。好，他在维护吧。怎样？走啦！看来还没有好，还没有好。它应该是那个过了这个扶手的那一瞬间启动，然后就会开始嘟嘟嘟嘟嘟。然后现在我觉得根本还没架好，所以这个围起来是说给这个路的。好吧，走吧。这样切就回去啊，那边那个就是那个缆车站啊，这样直接切过去，冲过去就是缆车站。那你右边下切的话，就会低到跟餐厅一样高。你要再做一次右边，然后你要再滑一次这个吗？那就再滑一次这个，但是这中间都是草，去了这边吗？啊，你要滑这个？对啊。那不要，那不要。滑左边这个。左边不要了，左边那么高。左边我觉得坐久，那就收工了。啊？为什么不要滑左边？啊？因为我。没有，怎么这样好一点？这很心理恐惧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好，那上去小拍照，走了。走上面，走上面。这里，这里。上面，这里要什么克服恐惧？这里要克服什么恐惧？最酸的是上面那个缆车，这个下半部好一点。没有到很酸的。有我很酸，哦、没有我有，我就是摔跤，前面摔跤，你知道是我鞋里绑到他血液不流通，然后好酸，而且只有右脚、嗯。好，好像也不用拍照了，太阳没有出来多少。真的，真的，你就说他，他就输了。晕跑了。
他这里有些器材，他把它摆到旁边了，他觉得也做不出来。那个 box parking 啊。如果有旅馆专车，就可以早20分钟回到。嗯，所以我们就大概就下去找车子。而且他们同时出发，就我们要赶快先找到旅馆的车。哎、欸，找到。对啊。他应该。我到现在没有寄托旅馆。啊？那。但是那个旅馆的车就这么大，就长那个样。哎、欸，咋的？Ristelu 吗？还是？搞不清楚，而且那个样子，我觉得它的房型至少有个1000个房间吧。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有客人。嗯。那小姐早上只要推荐我们7点半，然后我们就跟她说不要，我们要7点。因为他们的厨师可能非常的。说有两个人就是硬要7点吃。很温准。我们都要准备，要搞半天啊！我7点大概吃到8点，还是那种那种客人，7点吃比较好。是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因为9点我们起床啊，7点吃饭。是啊，是啊。哎、欸，我这样滑下来是这一条还是隔壁那条？是这一条吧？我跟你说会懂啦。是会抖，没错。我后来就好像我在想，我用了什么滑法。其实不管什么滑法，后面没有人就好。后面那些雪板的、啊，感觉就是随时都要完蛋的样子，那种声音。我看看这些，看他们的姿势，我认为，对，这也是。都很害怕，都很害怕。我在锻炼我阅读他们的恐惧感 level 到哪？这个是觉得我又有点害怕，又有点可以。这是没有恐惧的小孩，但是是小孩吗？不是，但是他的滑法有点奇特。我带了360，但我没有拿出来。感觉也不用拿了，一团混乱的局面。好了，滑回去收钩了。那个你知道吗？那个要钱的、欸。哪个？那个叫做什么代切休息室？嗯。随你用，然后还说什么在里面风景很好哦。风景哪里好？就是可以。前面一堆树哪里好？不是，它的前面是对着湖啦。这面向下看呢、啊，他就是代切美，然后一天要多少钱这样？一天哦，他不是一天只有6个人可以开？啊，六个箱子啊，但是他会收里面可以多少人进去？但是我现在这样一看，觉得好像也还好。我在外面还没有那层。不，他进去就是暖啊。他进去就是暖，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给你用这样。有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副营的。啊？就是放在里面而已啊。
所以你说这样风景有好吗？有啦，它附暖炉啦。有啊有啊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这里根本没有人来，全都有一种印度。我说拍一下这种屋子。那我下去。我是说我要拍下面，所以我跟你换个位置。4:02。哦，好了，感觉只是刚好时间呢，小心哦。就回到这个缆车的下面，就回到了。好。
草皮比较凸哎、欸。你不要上厕所吗？那边磨的草皮比较多呢。你没有要上厕所之类的吗？没有啊，要我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就想说走那里。但是这里会好走吗？不知道，你看看呢、啊。怎样？啊？走得过去啊？哦，你是说怕这个太硬齁？那就擦好哦，用鞋板擦好，小心啊，鞋走。你要看旅馆车的话。没有旅馆的、啊，这都是雪场的、啊。4:20。反正就4:20。啊？你不用问他，他是雪场的。那我。因为你这个就影响到我们要不要坐雪场4:20到车站呢？我看名字吗？嗨，对啊，就是哪里开的？ホテルが来るって言ったろ？Kick。就是他，就是叫我们坐去火车站。真的吗？对啦。是哦。嗨 ，Aki。不能坐这个。没有这个，他也没来啊。我们又没有预约。哦。嗨。你自己刚刚也讲了一副好像可以坐的样子。我是说，如果旅馆的车出现，我们就坐。いやいや、乗り換わり。もうすぐはいい。はい。僕もリステルに直行で行きますから。はい。もうホテルに予約してもらえとダメなんですよ、本来は。はい。只是。他说本来就不是你的。予約してくれて。啊？他把你这。所以他也在这里等。本来说本来不行。这个人是有预约的。坐。我坐这边就好了。
那提早二十分钟，你跟他卤到。所以还是有，而且可以先上来。啊？是有差异哦。刚刚手上有一份长长的清单。啊，是。我们是两个没预约的嘛，你给人家占位置，还能我不知道。我以为人很少。他手上有一份长长的名单。哦，好。我们是两个是多的，我们是。好好好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讲。すみません、お名前伺っ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。チェーンさん。就变成挪过去。好像没有关勾破，是不是？